主料：冷米饭150克，鸡蛋一个，香肠30克，辅料：葱10克，油5克，盐。用餐人数：一到两人。香肠切成 0.5 厘米见方小丁，葱切成细葱花备用，鸡蛋打散，加入盐，锅内放入油，小火加热，加放入鸡蛋液化散，再加入冷米饭，中火不停炒散，放适量盐，再倒入香肠细丁和葱花炒拌均匀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